禽流感这些疾病啊，是说高度变异性的罕见病，那么它们在不断的发生变化，那么也不断的影响家禽和人类的健康，这就对我们的防控工作提出严峻的挑战。通过牛顿基金项目的支持啊，我们和英国普普莱的研究所建立了中英禽病国际合作研究中心，在过去的这5年的时间啊。 那么英方充分发挥了他们在先进技术研究方面的优势，有很多的先进技术，比方说基因编辑技术，都应用到禽流感当中。那么我们通过基因编辑技术啊，研发了这个马利克氏病毒未载体的这个新型疫苗。那么这疫苗呢，正在进行中试和产业化。我们这边呢，主要是有人才和这个产业化的优势，可以迅速的将英方的这些 先进的技术成果啊，实现产业化。那么同时呢，我们在这个淋巴白血病啊，以及禽流感疫苗啊这些研制啊，那么我们都有很多的新技术、新工艺啊。那么这些新技术、新工艺啊，还有新产品都已经实现了产业化，企业生产出的产品已经推广到全国各地，甚至有一些产品呢也已经出口到 非洲和东南亚等国家，为这个禽病的防治做出了重要的贡献。